Please tell my friends we won't be falling down. As the sun will keep on shining and the story will keep on going.都是普通人，看来我们今天来的不是时候。啊，主哥，那我们明天还得来啊。我要挑战擂主，卫冕擂主一个月进行一次赏擂，现在还没有轮到他出场。野火，知道你每天都在这观看，藏头藏尾的算什么好汉？有本事出来给我一决高下啊！看来你的实力还挑动不了他的战意啊。野火，你出来啊！按他刚才的说法，如果台上的挑战者够强，或者说现场的观众呼声够高，卫冕的擂主是有可能出面迎战。可是这个人就是最强的了，那就试一下。啊，楚哥，你干什么？楚哥，你下来啊！我来跟你打。楚哥，你下来啊！哎，裁判，裁判，这样不符合规矩，对吧？地下格斗场，只要进了这个擂台，只有打完比赛，赢才是规矩。要是我赢了，我来替你挑战。就凭你？有没有资格挑战擂主？
我有没有资格挑战擂主？有。是你。我接受你的挑战，我倒是要看一看是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有能力保护你身边的人。这场比赛谁赢了，谁拿走。空兵起见，双方稍事休息，一个小时后战火重燃。我是让他去聚光灯下查人，而不是让他自己站在聚光灯下。你别给我解释，这起案子要是失败的话，你们俩就全给我卷铺盖滚蛋。老手这个人啊，太喜欢兵行险招，无组织无纪律，根本就不把我这个上司放在眼里。你好像没资格说别人吧。哈，我倒是忘了，坐在我面前的这一位可就是他的大靠山。当年老手捅下那么大的娄子，摄政官罚他长期劳役，还多亏是遇见你才法外开恩带回特教处。要说他在这个世上只服一个人，那可不就是你吗？不瞒你说，当时把他带到这儿来，还确实有让他做内线的打算。你还真以为我没想到啊？可老鼠这个人吧，天生比较孤僻，而黑老哥呢，也不是什么下九流的人，肯定也不会干出什么坏事啊。那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那现在，我们这一劫，是不是就算翻过去了？这一劫，本来就不存在啊。哎，说真的啊，我特别期待老楚知道你是你的时候。脸上是什么表情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，但你一定比我强。以后上台，我求你，我求你狠狠揍那个混蛋。你跟他有仇啊？这个混蛋是个人面兽心的伪君子，表面上对新人照顾有加，其实他费尽心思让新人出不了头。哎，碳酸饮料对身体不好，以后还是少喝点吧。拿去。我弟弟就是让他这么忽悠欺骗的，直到最后。小姐，小姐，哥哥来了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醒醒，小姐，小姐，是哥哥害了你呀，小姐，小姐，你醒醒啊！你能理解一个当哥哥的这种无力的？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你的气我替你出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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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就在这儿等我，注意安全。啊！楚哥，我押一百。你愣着干嘛？来下注啊！下注下注，这必须下吗？必须的呀，大家都下了是不是？你是押新来的呀，还是押野火呀？我押新来的。啊，你确定？怎么了？确认不押野火？啊，我确定。哎，一百起啊，一百起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又咋了？后悔不押野火了吧？啊，后悔了吧？啊，肯定输了，肯定输了。走走走，你走，我收拾这新来的。知道我为什么叫野火吗？原来如此。野！你可别误会啊，我才不担心老楚呢。但是小郭这个小崽子吧，手无缚鸡之力的，再怎么说，他也算是我的下属吧。那我去看看。也挺正常的啊。你用不着解释，你赵云兰之所以是赵云兰，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吧。那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啊？站起来呀！别忘了，你要为我弟弟报仇。站起来呀！站起来！楚哥！刚才但凡有人敢冲上来，这把黑能量枪就得穿帮。我们这个全场呢，向来是来者不拒的，他没想到今天捅了这么大个娄子。来者不拒，但也是有进无出，对吧？
从登记的记录来看，有很多年轻人来你这儿打了拳之后，可就神秘消失了。不良少年嘛，姥姥不疼，舅舅不爱的，哎，成天呢在泥地里头打滚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他哪天要是暴尸街头，那我还得要负责啊。怎么说话的？兄弟，你高抬贵手，咱们俩交个朋友。谁跟你交朋友？教主，这位也是当事人，他和野虎。我知道。兄弟，哪儿来的？什么意思？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。劝你一句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谢了。想走是吗？我没记错的话，好像没有见过你。可我见过你。这两年来，我无时无刻不想把你碎尸万段。两年？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装蒜是吧？当年小杰那么崇拜你，可你对他做了什么？是你让他从无限的期待跌到无限的失望里的。小杰，喂，碳酸饮料对身体不好，以后还是少喝点吧。拿去。火哥，晚上的比赛让我赢吧。你这是干什么？火哥，你输一场没关系，可我需要钱，我必须要拿下这笔奖金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火哥，你一向最关心我们新人的，他们都说你的脸吓人，但是我不怕，我知道你是好人。火哥，求你了。比赛开始。格斗场明日之星是吧？说好的奖金呢？我们已经给足你面子了。能不能再多给点时间？给我废了他！走！对不起，我没想到这笔奖金对你来说那么重要，我只是不想让你。我可以接受你的道歉，可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。这么说来，你们的美语确实有点像。唉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比赛靠的是实力，胜利不是求人求来的。怎么，小杰打不过我，还让他哥哥来报仇啊？你根本不知道小杰一直背负的是什么，是你害死他的。我弟弟为了赚钱来地下打拳赚奖金，结果却被你给骗了，磨碎了他最后的希望。他把这些
全都写在了遗书里。哥哥，是弟弟没用，你为了养家奔波，车祸重伤，我却连帮你攒钱治伤都做不到，还要欠债拖累你，我没脸再见到哥哥，只能先走一步了。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一个没用的弟弟已经离开了世界。我全玉皇站在这里就是为了打败你，给小杰报仇。你跟我说的这些我也是今天才知道，不过小杰知道你还活着，还这么生龙活虎，想必一定很高兴吧。还说风凉话是吧？我今天就要让你给小杰偿命。小杰的事情我确实很遗憾，不过就凭你能打吗？既然打不过你，那我就跟你同归于尽，我要让你身子跟你脸一样烧了稀巴烂。你以为我的脸是被人烧的？我的脸是自己烧的，用的自己的火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还不快走！想不到我如此荣幸，能在这里碰到黑袍使。于公于私，还是请你跟我走吧。对不起，现在还不可以。这个时间点外勤得算加班费啊。那个老鼠给我们这条金腰带，二话不说就叫我们追着你们的车到了这里，一来果然看到你们全傻在这儿了吧。哎呀，还是不能没有我呀。别废话了，在地图上定位找到这个家伙。好，能查到吗？放心吧，这个家伙虽然平时上班偷懒，发明了一堆废铜烂铁，但在黑能量的研究上还不错。老大，沈教授在，你就不能夸我两句吗？别废话了，好好干活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叶火刻意的避开了左边这条道，走了右边那条。有发现了，老大，你看，但是有个问题。左边这条路往前1000米处发现了另一股黑能量，右边那个能量不断在移动，显示的就是那个地心人。左边不动的这个圆点应该就是他们的据点。这样吧，兵分两路，你们两个去左边，我们两个去右边。好。
就是他家啊。嗯。你定位没定错吧？他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。我的科学结论从来不骗人，肯定是这儿。哎，这就奇怪了，他不会养了很多猫吧？有可能。我果然没有跟踪错，这就是他的家。停！输了，不过我要谢谢你，还给我一次跟你对决的机会。你跟主九什么关系？主九是谁？不认识。那更好了。行了，咱回去好好聊聊。等等，我跟你们走可以，但是我有一个请求。在外面清场呢，随他们俩去吧。没事，你先回去，记得把门带上。好的。谁？九哥，他们已经查到我了，我生意没法做了。九哥，要不咱们的生意就终止吧。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一点？为了钱，不要脸皮，不要良心。可现在你怎么就退缩了？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那你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可以不要脸，我也可以不要良心，但是他要的是我的命啊！你这不是还有遥控器吗？必要的时候，毁尸灭迹。你是什么人？你们人类啊，就总喜欢听点不该听的。九哥，九哥，他是我兄弟。不好意思，我的手跟不上我的耳朵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我不会怪你，九哥，我不怪你。人类就是这么欺软怕硬的劣种。不过仔细想想，这么一个劣种，我还留着有什么价值呢？九哥，九哥，九哥！对不起了。都怪我太心急了。我们要收队了，请问里面有人吗？
这俩人应该是中招了。喂，什么？两个大活人就这么被杀了？你们俩干什么吃的？啊？自己看着办。怎么了？我有种预感。喂，你们赶紧把野火给放了，再给我们一辆车，让我们走，要不然我就把三个人质撕票。果然。哎，我说你们俩啊，年纪轻轻的就应该好好在学校里边学习啊。你干什么呀？拿东西，哎，帮个忙。都来。古人云有教无类，可惜啊。哎呦，沈大教授又动恻隐之心了。哎，上次地星一游，我可听说地星连所正规的学校都没有啊。我做出过很多次提案，可因为地星的情况太复杂了，他没给批过。那是因为你没有想过人家在做决定的时候在想什么。下次啊，下次我去给你做公关。下次？上一次你去地星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紊乱反应，如非必要，那个地方你不要再去了。哎，对对对，这什么呀？嘘，这个是我最新的发明，可以清晰地窃听方圆一公里之内的声音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听到外面的动静。你净整这些破铜烂铁。你别废话了，快点。如非必要，那我还是有机会去的。你不能去了。能去。我说你不能去你就不能去了。哎，你们俩有没有听我说话呀？哎呀，不是我们两个不想搭理你们，我们也得思考一下，对不？要不然这样啊，你们听一听这个人是怎么给你们说的。火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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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你们别犯傻了，我犯了错，就应该被带回去受到制裁。你们不要学我，赶紧把人放了，我保证他们一定不会伤害你们。你别骗人了，你别那么挟持了。火哥，我知道你也是身不由己。对不起，我没有教育好他们，请你们一定要原谅他们。原谅他们可以，但是你得告诉我们，他们跟你什么关系啊？他是我们救命恩人。火哥，你也来了，我就说总有一天会超越你。星队长，太棒了！我早就说过，你是继野火哥之后最有出息的那一个啊，火哥。你们也要加油，下一个擂主就是你们的。还不谢谢火哥？谢谢火哥，谢谢火哥。过来，我有个事儿跟你说。哎，你们先走。上辈子就知道了。周总，你最近供货越来越慢了。我也是没有办法呀，你们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，要年轻鲜活，身体还要棒。我得仔细的一个一个的鉴别才能够甄选送给您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小子啊，他还有几个兄弟，我再仔细观察观察，如果行的话我再双手呈上。这么多人类里最有出息的就是你，合作愉快。这件事情果然又跟主角有关系。后来呢？这个人绝对不是普通人，我不能让这些孩子继续待在这个魔窟了。有的已经被我救回家了，有的去别的城市工作。
剩下的这两个就一直跟着我。这些钱你们拿着，回去找一份好的工作。拿着。你是我们的恩人，我们只想留在你身边。我们无处可去，等我们堂堂正正找到正经工作，再好好报答你。由于我救出的孩子越来越多，周总开始怀疑我了，所以我不得不转换思路。与其让这些新进的孩子们出人头地，被周总看到，不如我从一开始就不要给他们这个机会。所以我开始利用异能，把他们一个个打败打伤。由于我的不断卫冕，积累了一大批的观众和粉丝。为了巨额收益，周总也不舍得把我开除。胡说八道！照他这么说来，他害小姐，还成了救小姐了。你小点声，干什么呢？老实点！耳朵里戴了什么？没什么东西。没有。让开。没什么。该坦白的我已经坦白了，我知道你们这次来是要带我回去。但是这些孩子真的是无辜的，请你们一定要原谅他们。火哥，你干嘛呀？人质现在在我们手里，是我们有优势。我刚说什么来着？啊，就说你们俩应该好好回学校学习学习。你们真的以为我们是毫无准备就白白在这儿讲废话拖延时间吗？哎，周哥，嗯，还算有点用。聊完了吗？啊？哦啊！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吗？黑帮使穿梭两地那么多年，执法严明，我知道我这次是逃不掉了。哎，那可说不好啊。之前有一个叫郑毅的，地形有地形的规矩。你明明可以隐姓埋名一直生活下去，可是你为了拯救那些孩子，留在了地下全场，才暴露了异能。所以，我念在你利用能力，是为了保护大家，不是为了残害无辜的人。我可以放开他人。你最好尽快的离开龙城，我担心那个主角会找上你。但是那些孩子，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把他们安顿好的。老楚、小郭，你们俩马上把他们送出龙城，找一个安全的地方。情况紧急啊，要是出了岔子，今年的年终奖那就没了。出了龙城，你就和你的过去无关了。为什么要把金腰带还给我？虽然我在擂台上打赢了你，但是你守护了那么多普通人，你比我更值得拥有这份殊荣。谢谢你，其实我挺羡慕你的，可以在这里自由自在的生活。那倒是，只不过那个领头的是个自以为是的混蛋。哎，老楚，把他也带着吧。这样看来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，这种感觉真是太舒服了。我看你是乐极生悲吧。老板叮嘱的三件事情：第一，搜集圣器；第二，为他供给鲜活的人类能源；第三，不，这个伤口现在越来越深。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，要干就干一票大的。
还不停歇，来回的穿梭在这无人的街边，过去的昨天一切还那么亲切，回想起一片片在这模糊了双眼。还是会想起那时的场景，原谅我只是想这世界还会有个人